看，帮我买袋洗衣粉回来，记得砍价啊。怎么砍？不管他说啥，砍一半就对了。老板，你们家的洗衣粉咋卖的呀？8块。4块。6块。3块。行，4块4块吧。2块。3块3块吧，最低了，拿走。1块5。小朋友，你砍价砍得太狠了，我还不如白送你一袋了。两袋。